哎好，这是我发现了一个蛇鱼洞，看这条蛇鱼大不大。我去，这条蛇鱼太粗了，兄弟们，这个视频就不跟你们要双击了，因为双击太费电了。如果你的手机不是老年机，就给我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吧，马上开启直播，直播更精彩。因为好多老铁都跟我说呀，说没有吃过这个东西，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的，也什么样组织啊。今天咱们给它嘎开了看一看啊，确实我也没有吃过啊，据说它可以刺身的，非常美味。可以生吃的，老铁给你解剖了，别忘了给我双击。来吧兄弟们啊，最近有很多老铁私信和我说啊，天天看你发那些各种各样的海鲜啊，都看够了，能不能搞一点新奇的东西啊。今天啊，我就把我家的大货给拿出来，这个是什么啊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你们自己应该能看得到。Hello 朋友们，这是昨天晚上咱们赶海的时候在海边发现的这么多象拔蚌。天气越来越凉了以后啊，一场大风把这深海的象拔蚌都给吹到了沙滩上来。有的朋友进来以后见到这么多象拔蚌，他随手就会给我一个双击，点亮红心。喜欢赶海的老铁记得关注我。小伙伴们，这什么螃蟹，真的太好看了，如果你觉得可爱漂亮的话，双击点亮下小爱心。有的朋友他没有吃过没有见过，反手就给你一个双击。有的朋友喜欢看我抓海鲜，反手就加了个关注。喜欢小螃蟹的打个一，喜欢小海星的打个二。